你有一定信心。其實在這兩年裡面，我最近是跟著人的話，能夠得到很大的支持，都可以每一位支持我們的一些事物，我們有一些包括一個積極的目標，包括這件事可以發揮到一些積極的精神，而令到他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立刻得到一個應對，因為我所有的問題都會有我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多人都建立的不足的模式，就是亦都是因為透過我們這個小組中心的工作人員，我會經常幫助他們，幫助他們透過這件事，我覺得建立了你们的这个模式。